遲啲學生會選舉，咁我又想好想做到會長，但我嘅能力根本就唔夠其他嘅候選人，所以咧，但我知道你係代表會主席，你會向學生會選舉人點票，咁我想你點多幾票，咁我咪做到主席咯。嗱，呢個咧就係啲糖水堡嘅優惠券，我阿媽咧就係依家糖水堡嘅老闆啦。嗱，而家食糖水咧就有優惠噶啦，唔該你啦，幫幫手啊！朋友應該支持你嘅，但係咁樣送你優惠券俾我，會唔會唔係幾啱咧？唔單止對其他學生唔公平，要破壞埋選舉原則。其實如果你真係有實力，其他同學一定會選你噶啦。咁我都冇辦法㗎。另一位候選人張子華，佢由中一已經為學生唔同咁樣服務。嗱，佢中一就為學生會做助幹，中二就成為啲學會嘅幹事，舊年佢做埋英文學會主席。無論老師和同學都很有認識的，而且他的領導能力都毫無質疑，他這麼出色做小動作我已經很明確了。好啊，見你同我做不如朋友就幫你了。上一屆的學生會主席有結果，成功當選的是劉志成同學，請各位同學給掌聲鼓勵劉志成同學。大學為何會由劉志成做主席嘅咧？明明張子華做得咁好，係咯，我都唔明白點解佢做主席。喺佢參選之前，我對佢完全冇印象，而且其他同學又唔識佢，真係好奇怪。恭喜你啊，志成，成為咗新一屆嘅學生會主席。多謝你啊，子華。其實我都係好彩嘅啫，有能力嗰個其實係你啊。梗係唔係啦？其實擔任學生會幹事都唔錯啊，我仲可以擔任其他學會幹事。唔使放棄而家嘅情況，等我哋喺跟住嘅流年用心為同學服務啦。好，我哋一齊努力啦！今日係新一屆學生會嘅就職禮，我哋歡迎新一屆學生會主席劉志成同學，我哋支持。大家好，最近我聽到唔同嘅同學嘅懷疑，認為我唔應該當選主席。同佢哋嘅預期結果有好大嘅相差。的確，擔任會長嘅人應該係我，而係張子華同學。我身為咗代表會主席，幫我投票，咁先令到我當選為主席。對於呢個不誠實行為，我感到非常之抱歉。我咁樣做即係破壞選舉嘅原則，違反廉潔嘅精神。唔單止令真正有實力嘅人得唔到應有機會，仲令到我嘅好朋友同我一齊同流合污，為咗名譽而罔顧全校師生嘅利益，我非常之慚愧。其實要杜絕貪污，就要做好自己本分，唔貪心，唔造假。我作為一個領袖，就要做好榜樣，真係非常之抱歉。我會在就職禮完結之後向校方自首，承認自己錯誤和對這個行為承擔應有的後果，期望這次事件可以令同學明白廉潔的重要性，並以身作則，不要跟我一樣走上這條貪污的道路。唉，如果我當初沒有貪污，現在就不會被人踢出校了，真是後悔啊。